欢迎大家献上我们羌族民间古乐羌笛，再一次的欢迎和感谢您的光临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将有请的是我们的羌族阿妈，同样为大家献上一首也是我们羌族地区几经失传的民间古乐口弦。口弦啊，中央，共给女性吹弹，吹弹时呢，还放口鞭，用呼吸的气流呢，震动黄舌。 发出声音的大小由呼吸来控制，它的音域呢随着鼓鼓弹跳来。